刚打说俺也肥回来给他打电话也不接。接了吗？这不给我打过来了吗？接。哦，上店了你这。啊。都黑了，那叫孩子上店来是嘛意思、啊？我这不寻思安排孩子轻易不回来，嗯、请孩子吃点好嘛先。啊，你在家给早好嘛吃多好，你说。咱不是没那技术吗？啊，没我一通来呢。你过来看，我整个模特儿打的才一点好看。我一通啊，他不愿意呀，我喊你呢。你把那钱要过去了。先看第一套，小芝麻点儿。那个小白裤，这个小上衣是一个渐变色的，漂亮吧？漂亮。来，这个差点意思啊。呵呵好，小香风不孬啊。嗯，小香风，小上衣不孬是吧？嗯，牛仔裤也可以。嗯，这小小围栏，我哪一套好看？我感觉越来越会打了啊。嗯。再给你说，公布个消息啊。啊。我现在是你什么班的这个学校家庭委员会会员了。好。老师今儿给我发微信说，魏飞最近一段时间表现非常好，怎么怎么的，邀请你当这个组委会会员。那要非表现好，为什么也叫你当？选几个表现好的孩子家长。哦，不可能。我都直接都答应了。行吧。行。你不能拒绝那老师。他真问你了。嗯。真呀真的呀，这还忽悠你玩吗？我逗他，你干嘛？这是你老师多少技术？我也不是说八千。好热闹的，上里边去吧，同学。妈，你换包了？换上吧。也行。可以夸，可以提。嗯。吃啥就吃啥，咖啡你说，我再想想吧。虽然我也是。什么？不知道啊。吃啥呀？都不知道吃啥。哎，买个彩票吧，回家。刮刮的呀，这是。刮一个吧，微微呢？刮一个，这儿收钱了，刮一个，叫他俩刮一张啊，张啊，我一张呗，可不？哦，嗯，我讲，你吃嘛去了，涛哥？哦，烤鱼，怎么刮上了啊？啊？刮这里？啊，一人一个片儿刮吧，我们上边刮看啊。啊，中奖！你要今儿中奖，你爸领你吃好的去。事儿，嘛事儿啊？要刮下来，都刮开是吧？下边，你看别刮错了。刮的行。啊，这最大多少？100万的？谁知道？20的是25的这个。都刮开。他这等一会儿呢，底下出来事儿，耳朵疼啊，是咋着啊？什么事儿吗？这怎么底这个事儿咱不知道啊？别刮边上啊！别刮这保安区这里。这不事儿吗？刮这事儿了。啊、哦，出来了事儿啊！10块，哇、哦，10块钱，看看有吗？都得刮完了，小哥。嗯。那桶子是多少？那桶子中奖花还没刮出来呢。这个20。好，俺飞这个20。还得刮它呢。那多少？你飞那花？那叫桶子。20吗？20，有20吗？有吗？你这20？刮完。刮完它。一刮就花了20。哈哈哈哈哈！没多少吧？那飞这个几家事儿啊？不是？一个。事儿，你说20呢？哦，那是翻倍，一个事儿20给20，好像是。有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家里咱俩都装二十是吧？装二十都是拿。哦，这是蔬菜拼盘哈，一个里边一个虾，这个里边也有啊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无谈了。荔浦芋头。对，我冷眼吃，我很想吃芋头。
就是猪骨汤好吃吧啊，再往上卖点不行吗？放开肚子，就给他扛开肚子，随便吃啊。拉肚子，随便吃哈。撂个鸡蛋了。那葱头干儿，你吃的时候好了吗？没事了。